下面一个问题：人如果真正在道中，在学习的状态中，并由师父管束，是否自然而然与《弟子规》相应，而且能远远的超越《弟子规》的水平？这个是对的啊。可是现在社会变了，这个你要知道，为什么呢？在从前， 父母、老师对于弟子的管教非常严肃，有体罚的，我们小时候常常挨打了，在学校老师罚跪呀，罚跪不是跪底下放两个砖头，就是跪砖头啊，我这个时代跪砖头没有了，我的老师那一代，李老师。 李老师给我讲的，他从小在私塾念书的时候犯过跪砖头，他跪过砖头，所以那个罚的时候比我们这一代就重了，父母老师惩罚你是爱你呀，是这种惩罚让你一生记住，不会再犯过失，是成就你，帮助你呀。 决定不放纵啊！我念小学，这是民国20几年的时候，抗战期间，大概是抗战第2年吧，我在福建念小学，小学3年级，有一天犯了过错了，被老师 打手心，罚跪，回去之后当然非常难过回去之后，父亲一问，怎么了？今天被老师罚了，为什么被罚的？是有过失，是做错事情。我父亲第2天买了礼物到学校去送老师，谢谢他的管教。以后怎么样？ 我们被罚之后回家都不讲了，讲了，父亲要去送礼。现在这个社会变了，现在父母对儿女确实溺爱，如果老师要是罚了这个他的儿女，第2天家长去按铃告状到警察局告状的时候，侵犯人权，你说老师怎么能管教？ 美国有一些学校，我听说的是，学校聘请老师，让学生对老师打分数，这个老师好不好？你们喜不喜欢他？不喜欢他，下一个学期就不聘请他了。所以老师必须讨好学生，哪能管教呢？管教时候大家反对，学校下一次不聘请你了。这是教育彻底失败了。 尊师重道没有了，所以我们从前父母对老师尊重，管教我的小孩的时候一定感谢，所以这个社会整个形态转变，我们要晓得。那么我们自己也想成就，说老实话，完全靠自己了，绝对不会有老师去管你。 老师不愿意给你结冤仇，你能不能成就与他不相干。师道没有了，从前不一样，从前老师负责任师徒如父子所以师生的关系跟父子没有两样你说，特别在这个礼里面讲的，你看丧礼，父母死了的时候守孝3年呐。 老师死了时候，新丧3年，就是不带孝，不穿孝服，那种哀痛的时候，跟父母没两样，称名，这非常明显，称你的名字，父母对儿女一生是叫名字的，小孩，男孩到20岁，行冠礼。 不能成名了，女孩子16岁成年了，行祭礼缩头了，不可以称名，称什么？称字。所以中国有名有字，自己朋友送他一个号，以后称这个。只有父母称他的名，祖父母都称氏，称字。为什么？对他尊重啊，他成年了。另外一个称名的是老师，老师跟父母一样，一生称你名。你做官，在皇帝面前，皇帝称你的字，对你尊重啊。如果皇帝称你名，你就有罪了，那你就要判刑了，所以在中国古礼上，你能看到老师跟父母的地位完全相同啊。所以人是怎么教出来的？父母跟老师双方配合，把这个小孩教好的。师道跟孝道现在都没有了。所以这个社会的动乱，全世界的这个灾难，其来有自，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在佛法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这么多的灾难，灾难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众业所感，人心不善，言不善，行不善，所以才有这么多灾难发生。科学家讲的是数据，那在佛法讲的是因缘果，科学家他研究的是缘，因他没找到，灾难是果报嘛。佛家讲的因这个因是这个境随心转人心善良，风调雨顺，什么灾难都没有了所以《楞严经》上佛告诉我们，水灾是贪心贪婪感得的时候就水灾尘秽是火灾，火山爆发这个气候的炎热，像现在的时候，这个全球的暖化，这是尘秽呀。这大家不相信啊，我们了解清清楚楚啊。风灾是愚痴，傲慢，贡高傲慢是地震，通通都有感应的所以怎么样化解灾难？佛讲的很简单，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灾难就没有了灾难因没有了你今天说这个话，人家会笑你你迷信，你说有什么法子？他整个世界毁灭了，他也不会觉悟可是宗教人士比较容易觉悟其他宗教也不例外所以我们只有祈求宗教觉悟，这个宗教人士觉悟，我们要认真努力，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来回向世界，回向一切苦难众生，帮助他们化解。你除这个之外，你还剩法子要忍辱。你帮他化解，他在旁边讽刺你，说你是迷信我们真帮助他，他用什么不知道，不会感恩的他还讽刺，还来找麻烦。可是我们觉得众生太可怜了没有机会受到圣贤教育。我们受到圣贤教育，那就是李老师的教诲要委曲求全受尽一切折磨，还是要救出苦难众生为什么呢？他太可怜了那他不能回报的时候，他才无知是正常现象他要知道回报的话的时候，世界不会有灾难所以这个道理很深所以这个今天这个求圣贤的这个道理认真修行，比过去那些修行人所忍受的苦难的时候，要加重很多倍啊！但是要晓得，加重很多倍，成就也会超越古人啊！这个是一定道理。为什么呢？你经得起严重的考验。